下面进行的是4×100米自由泳的比赛，安德斯被分在第五道，他是第一棒。安德斯处于第二位 ，OK。节奏，节奏。刚才游了100米蛙泳，拼得很凶，创造了个人又一个最好成绩。好，第二个转身也不错。那个跳水的是 Natalie， 入水很棒，遥遥领先。娜塔莉还是很好啊，娜塔莉那一组是最强的，下一个要入水的是巴伯里。哇，已经追赶了50米了。赢了第3到50米，四道最后一棒是 Janice。入水很漂亮。哇，你看这个滑行。不愧是这个年龄组最快的小朋友。就追了第五道，追了第六道50米了。DCD 有3组参加这项比赛，都处于前3名。冲刺了，漂亮！安德斯这一组也冲刺了，
这是 Nyla 吧。到达